咱去脱毛吧。儿呢？我不去啊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。那就别去了。啊，那你冲吧。那个，我有点紧张了。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你保护我，一会儿那个看医生，你就说我是盲人吧，好吧，正好戴个墨镜。好啊。那公主是怎么掀裙子的？公主是怎么掀裙子的？哎，对了，走。哎，我冒昧的采访一下啊，你紧张吗？不紧张。不紧张哈？那你这干啥呢？还使劲松手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医生啊，他还有胡子，一会儿也帮他脱一下啊。你这就完事儿了？完事了。啊，怎么看不出来区别呢？不摸怎么感受到？那我感受一下腿。不行。不行，我想感受。不行。真不行？嗯。那我生气了，我走。哎。干嘛？哎，你这是？干嘛呢？那个不拍了，回家了。